下面你看一下啊，就把这个螺丝打开，把这个盖盖呢这个轻轻的起出来。然后我们第一步呢，先来换这个空弦座啊，这就是空弦座，把它拿起来。你看整个都拿起来，然后这个这样把它倒过来，之前这个在上面的，现在把它倒到下面去。然后这样。放好后这样放下去，那三角箭头的就换放到另外一面了，这一面呢就穿过来了，然后再把这个拆掉，看到轻轻的把这个转个方向，轻轻的把这个拆掉，这个弹簧啊拿出来，然后把这个鞋舌轻轻的拔出来，扣住这一点点，轻轻的就拿出来了啊，拿出来后转个方向。看转个方向，连这个轴也跟着一起转，这有个卡槽的，也要装到上面来，看是这种的啊。然后再轻轻的放下去，就卡过去了。然后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掰开。然后再把这个这样卡住了啊，这个地方，然后你把镜头拉近一点。这个地方啊，里面它有个卡槽的，刚好卡在里面。那接着把这个再放上去，这个啊，它这头的啊，这，这个位置是卡在这的。那这边转过来，卡到这的，再看刚才那个能不能卡到这个能不能上，然后这样就可以了啊。这样，然后把这个盖板都盖上，然后把螺丝一拧紧，然后就可以了，就反好左右了。